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阿妈，我是郑红仪，欢迎收听给今天的波多转世改哈。哎，今天呢、啊，我们邀请到这个《法制时报》的社长黄月红黄社长来接受我们的访问，因为去够，去够蔡政源呢。哎 <laughs> <laughs>、欸，黄社长你好，呃，红仪好，大家听众没有好，是你想让去够蔡政源？哦，哇 两两点甲逐个报告吼、哦，第一个我毋知讲即个蔡振元诶人缘吼、哦，哦暖即型诶啦吼，啊、<哈>因为安怎因为过了過了，报纸媒体一报了吼，吼、哦，我有够侪思念诶朋友拢来甲我敲电话啦吼，啊，甲我简讯按赞呐、啊，佮甚至有一个头家做特别专工，佮揣电话出来讲，哦诚久无食饭啊，你白济时间花咱一只朋友讲，哇，恁是安怎看着蔡，我个、哦、蔡正元跩拢笑脸话开讲吼，即、哦這个人吼、哦，伊都。 差差差，做唔爱讲啊，对啦。我才讲，哇，这人真正是台湾人，应该是有够吵，有够卖啦。我我直接顿饭，我讲过节个人啊，做行出去拢有拢有哄，拢有掌声啦。哈，这<嘿>第一点甲大家报告。第二点吼，因为我办这《法制时报》吼，专门弄了，我咧办六档吼，已经发行一百四十几期吼。嗯嗯。我用达几种内容啦，弄了些书啊改卖的，吼，都写对这法官乱来，对这检察官袂见效立档规 六当六年吼、哦，一百四十七期啊，所以一年二十几期，一年二十四期，一个月两期，一,一个月两期哦，所以半月报，半月刊、嗯、啊，阮拢专门咧写书啊，改不堪的事情嘛吼。嗯、啊，其实我讲书啊改，我蛮是要去做一个正义感，这个社会哦，因为有人有正义感啦、嗯、啊，所以阮起码也把个阮起码的品牌拍出来了，说大概看袂过几年哦，书啊改看袂过几年。啊，阮、啊、你拢知外，阮的信箱嘛，拢直接加加你卖。嗯、<哼>所以呢，蔡正元这个 A 级这件呢，其实是法官改。 没加互我讲、嗯、啊，真好利。那一审判一当，啊，二审再利用加律师撤销委任，嗯，变做无律师去做自诉人，嗯，等我无人家告啊，就对了。嘿，嘿啊，再变做即个案，再不受理呢嗯嗯，啊，当时因检察官遐大查告不受理呢，而且法官遐大人查告不受理呢，因为一甲解法院工作都这个问题这样、個、不合理。嗯 唔合理了呢？甚至佢打发电话就法官呢嘛，影即件代志呢？一个特别嘅法官论坛咧，写写讲，即样嚟讲合理，好啊！法官发表十十九篇的文章啊，啊，不如我嘛去收订啦，其实十九篇寄互我，我做我即个问题就严重诶嘛。嗯、啊，所以就、哦、法官论坛内底有十九篇，十九个法官啲讨论即个事情。诶、啊，是十个法官发表十九篇，十九篇发两篇。哦，啊，嘛是拢感觉讲无无道理啊？就拢感觉即毋唔对啊？呢、哦哦哦？ 我就感觉讲哦，即、這个子大事大条爱报嘛，嗯、啊报因为我就加迄、那个较早伫中国时报，人家拢劳动史甲宏观，伊都认识啊嘛，宏观伊都有咧做即个罢免行动嘛吼，啊我毋讲诶，啊最近我是听讲我是校长在撞高兰伟安尼。吼，啊、欸啊,嗯哦、啊，我想欲甲伊熟悉一个。我想因為我想欲来搞财政员，哦我一天人人心振奋嘛，你 <laughs> 想讲，哦还被联署，我们在署当时呢啊个个甲掠落来嚯，这一较人心振奋啊，所以嚯、哦、啊即阵校长足可爱啦。因为安尼。 下班时间啊，家己吼，搁去主动去遐加班啊，吼啊，真是讲讨论讲不要哪家诶人考来，吼我、啊、去欢迎门家靠生源啊，啊，你过啊的媒体出来嘛？哦，我过了即个树林地检署哦，我树林地检署吼树林地检署去检察庭，好多年超生，是我老朋友，但是即件案我咋看不起即个人？嗯，我甲伊超过二十多诶朋友啊，但是即件案我咋看不起即个人？嗯，严重的看不起即个人。你用、嗯、个人声，人是就是检察庭。嗯 检察长，市林地检署的检察长。察長哦，哎、欸，林朝松，伊、欸、为着要替蔡正元伊借钱，沒嗯、只好无代志，伊专专工去替伊做这个不起诉书。哦，好好好好好。哦哦、啊，这是完全违背违背迄、那个法律的概念。啊，毋过检检方不起诉，而且那法院判你一审、嗯、有罪。伊即卖想咧嘛，伊想，中央先甲自首。 嗯、所以一审看过来讲，啊，且罪证就明确，就要判一单。嗯、判一单，佮二审了后呢，中央作个律师抽掉，作法依法律变作认定讲，安尼你都无人要过啊，所以当作不受理。是、嗯、是，是但是不受理了后呢，的刑事诉讼法三百三十来条规定讲，这个情节啊一定要上交检察官。嗯，啊，伊哎，法律规定足清楚哦。检察官认为有提起公诉者嗯嗯，嗯，并继续侦查。嗯嗯嗯，哦。 树林地检署那也跩跩个下不起手，嗯、因为伊的明文是规定是讲，你若感觉有罪，嗯、你得继续追查嘛。对对。對啊，无追都不受理，都无这个案啊嘛。嗯嗯嗯。嗯嗯你都没个办啊嘛。是。结果個班個一刁刚刚办，个刁刚刚下节不起手、啊。哈哈哈,哈！个个案就对了。对啊。啊。像、啊、做高啊、做厚啊,啊，去个过就过门啦。啊。啊啊一个检察长，我多去做几个，即、這个。 叫个烂立维，不像割立维了。哎，这也好啊，这也高啊的，就给个编一份不起诉书出来。是是是是是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啊，我搁听到这种讲法啦，讲本来三百五八的桥啊，本来讲讲你这当中，伊即件吼，无一定要会脱啦，因为我刚搁去补过呢。嗯嗯因为一审的法官咧，甲判这个蔡正元有罪时阵哈，判我当，一当，判一当，一当算当的啊，一 A 我这件。 三百十万，三百十万。伊个下前手法是安尼啦，伊利用伊是中央董事长，伊就讲要成立一个基金会。对，爱去甲袁雄甲郭巨去讲下百五，伊家己出四十。哎，啊，中央去二三啊亿，到头来就讲得五百，那去申请。申请个基金基金会。哎，啊，申请诶时阵呢，迄阵绿色执政讲，诶你这中央是东山啊，你是毋是要利用即个基金会来脱展？嗯嗯嗯。 所以得家较严格审核，所以伊拢未过。嗯嗯、在阿咧未过的时阵呢，伊当属顶煞无去啊，无去了伊做阿去上海伊退去，即码继续去申请，主要改做伊家一个人诶基金会。嗯啊，这这、哦、啊，所以法官嘛写个足清楚，讲、欸、基金会的成立，捐助人跟捐款人权利完全不一样。欸、嘿嘿捐助人你一旦决定章程啊，一旦决定董监事啊，<對>所以当时迄个上海。 中影是做捐助人呐，哎，但是不呀，你蔡总人家 A 照了啊，中要这条线变成捐款人呐，捐款人什么都管处理啊，管啊，输到几内嘛，是，对不，嗯，啊啊，你进来经营下，检查关各家零定讲啊，无啦，伊这是捐款，伊毋是捐助，嗯嗯嗯，啊，头前遐毋是笑诶，嗯嗯嗯嗯，是，对，哦，啊，给各块讲讲。 机关哦，检察官跟法官的这个、这个、这个、对接的代志认定啥子哦？他不是认定啦、啊，后边这检察官绝对有问题啊！嗯嗯嗯嗯嗯，嗯嗯嗯这个检察官说有鬼嘛？嗯嗯嗯嗯。哎、嗯、呦，嗯嗯、我<说>啊那无也去关一档呢？那边一心来讲吼，哦、啊作用这就是台湾书写的悲哀。嗯，台湾书啊，这摆上台悲哀，就是检察官已经无法无天啊！嗯嗯嗯，因已经吼变作怪兽啊、嗯！嗯嗯，因哪能何做怪兽？因那边吼要讲。要 要好，应该要做大位吼。伊我是司法官，对，所以我是司法官和自由心政，就是用这件，对，吼。伊法官领导讲，捐助甲捐款是无共，啊，伊就讲无啦，这是捐款的，我伊只要有自由行政的空间，但是呢，咱在个人，咱在个人，讲检察官，查一下，查一下，查，我唔查。伊讲行政裁量权我也是免查。 需要全世界无迄个行政权、甲司法权集于一身嘞。全世界三权分立就是立法、司法、行政爱分开嘛。啊，只卖有行政权哦，这个裁量权哦，参裁判权，应该立法权嘞。你讲他那个特征组行啦，兄弟呗。嗯，当时就是一顶一顶合作黑金中心的检察官。嗯嗯。啊，因要推动这特征组，查去黑金中心啦。对啊，对啊。因呢立法委员呢，那无支持嘅。嗯。 就叫人家己、家己写去，限检记迄个位，佮佮传来问，讲诶、欸，欸、你讲检记你贪污呢？哎、欸，啊，比如问问佮讲，也要、欸、一个法案你来支持咧。哎哎，啊，你是强悍诶。嘿，你条条文上的过呢？好好好。所以台湾即摆真正独裁，者是检察官啊，因、啊啊啊、是已经司法立法行政的三权之中啊。啊啊啊啊所以黄世明看安尼，好、哦。<laughs> 黄世明，家己作当做是神啊嘛！嗯嗯嗯嗯嗯，家己监听国会吼，啊，家己监听部长，啊，家己去见总统。有做无做，伊认伊认定啊啦。对啊，嗯。啊，甲伊讲吼，阿人卡巴都要空啦。嗯嗯，就输我家吼，赶快够有人看袂落。对。所以呢，足厝边就是讲有人个提醒讲，迄法官吼，当时咧判蔡正元吼，下即条钱吼，因为中央有蔡正元有伊一个人。 嗯，但是去办开户啦，个钱领来领去啦，一个是一的秘书，是一的，一个是一的业务经理嘛，嗯，所以法官的判决书，蔡正元的秘书，该伊的中央业务经理嘛，他拢是的亲信所以法官的判决书里面明确交代讲，这件其实是三个共犯，嗯嗯嗯但是伊在法律何者不告不理，嗯，哦，嗯。 中央既然无够即两个，啊，法官也就未使咁判，因未使伫诉外裁判，因为这足重要啦。因为检察官打击犯罪，法官系客观审理，讲你是不是有真正有罪，才能讲起诉嘛。所以伫即个环境下，法官未使改去办办来讲，我这罪证罪证就明确，所以法官跳落嚟讲判，这未使。所以结果呢，司法界有人阿提醒讲吼，嗯，啊，迄两个法官当时认定伊有罪，嗯，结果。 其个检察官也、啊、不加、啊、不起诉啊，嗯、所以你就要个报告这两个。嗯嗯嗯嗯嗯。嗯嗯嗯哦，所以我讲个正式剧名。哦，迄、那个秘书甲迄个要。嘿，加迄、那个提起<各>，台北地检署个甲报告。足奇怪吼、哦，你讲诶、欸，一审是啊，蔡正元去共 A 钱二三百十万吼，<對>啊，其实受害者是中营。对。对无<吧>，对、欸。哦，那诶、欸，中营一审嘛赢。对。啊，你想到二审要提多少个？ 他说、啊、一定是，这都一定有去瞧嘛，嗯，阿拉无得去施压嘛，嗯，因为损害是我中营的利益啊，中营我应该是跟你沟沟到底啊，这件来事吼，其实好啊，你到个做大系启发性啊，廉政治理来爱用蔡政元、嗯，嗯哼，嗯，财政员 A 级，佮脱薪的功夫真正台湾一流位，嗯哼，安尼啊。 我、哦、你看看，明明一心要法官判有罪，伊即卖我都理性不受理。检察官去专攻为着伊写一份无必要起诉书，嗯哼嗯哼不起诉书对，嗯、<哼>哦，嗯啊，法官就明甲阮有罪，嗯嗯，挨、啊、一单是，伊一有法度从甲要脱身。啊，咱即卖上努力个就是用现有嘅事啊，最都可以。 看得到麦脱心嘛？嗯嗯嗯嗯但是基本上到这来，你不得不配合讲这個人 A 钱一脱身的功夫一流的嘛？<laughs> 哦，我那遭事还才古，你嘛遭事蛮贵。啊、要找这种叫小派吹啊，咬架个咬酸哦，<laughs> 一支吹个少个敢咬黄脸，<laughs> 就了。<laughs> 即个人才，国民党要找即个人才，真正要。哎，你好讲吼，即、這個、蔡正元哦，你个高压结果，作、呃、些朋友过过去波联络啊，起码拢卡来，就表示讲大快人心。对啊，对啊，哦、对啊。你好讲讲伊啊，你你不知伊形象真烂吼，哦欸、会不会伊形象真烂是伊干那较偏激的呢？哪一边感觉伊伊形象就好？我讲刚刚一个哪的立位啦，真系无做啊啦。啊，你开工啊，我就关一个蔡正元啊，迄咧吐出来讲。 我在立委的时候就讨厌他，瞧不起他。这里为着你的，这我看没意义了。一点一点外公，一个点一点国会家的国民党来对人言嘛是吵的啦。啊，既然人人人言嘛是吵的，什么廉政比较，廉政会比较用。所以我终于我各位这个关系了，我开窍，我了解讲廉政的想法。嗯，而且我們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嘛。嗯，不标示。 人才机会就是 A 来个突起的嘛，嗯嗯嗯、就是高价个高酸嘛，酸 <laughs> 所以你干嘛讲哇已经真久无拄着迄个人才啊，那会使无甲用，<laughs> 所以老一定爱教互囝啊，讲 <laughs> 这一定爱用嘛，<laughs> 啊、一身绝活的对吧？对啊，對啊, <laughs> 啊你干嘛你安尼个狗，蔡正元去这个人你去乖没？这在看也别离啦，哦嗯、他没讲我改，我个人。 第七点哦，我是相信讲世間哦，冥冥中有一种必离命啦。嗯嗯嗯。哦、嗯，嗯、因为即做趣味嘅啦，我做事我係唔介顧，难免、嗯、有拄着人来讲啊，可能到喀丘啦嚟拜托啥啦。嗯嗯。嗯啊我哦，嗱，拄着只种来拜托嘅人哦，咱拢係先去做，先去了解伊啲案情吼。是。啊案情了解了後，咱就加减去佢探讲，講，爱即像是這种案例，较早拢安怎判啦，<對>還是安怎吼，唉、欸，足趣味哦、喔嗯。嗯嗯。 开就开始去探听啦吼，要开始了解案情吼。嗯。你着捉面看，会当感觉这这人有啊，这个、人无稳、哦欸哦。哦哦哦哦。運運有稳无稳？有稳稳，有稳的吼。刚问的时阵，哎，我我最近有想法咯。有啊有啊，啊，迄人啊，迄人袂歹啊，迄人你看网络。啊若无稳的吼，拢规、啊、路拢袂顺。嗯嗯嗯。啊，所以蔡政源是毋是开始要衰 <laughs> 啊吼？咱当然咱拢作希望，伊开始衰啦吼。因为因为即摆迄个高兰伟吼，因为伊讲要被刷迄个殡仪馆嘛。對對對對對對對 所以个人话，因个少年人甲讲吼，要伊伊要刷殡仪馆，所以要用迄个棺材落去游行，甲讲伊要甲殡仪馆刷来遮吼，嗯哦嗯、要营造迄、那个大家对伊反感嘛。嗯、所以其实伊呐，那照法都照行。嗯。哦，书法卖个遐墨见少卖个垃圾，伊、嗯嗯、是绝对来关啦。嗯，但是即摆书法已经垃圾甲墨见少甲吼，我一个好朋友就安尼。 算忽有去啊！哈，要经营下，<唉>我都对书画无信心。好，那这把访问的是《华兹时报》的社长哈黄月红。那黄月红讲书画是垃圾干哈？垃圾干啦？你都不要做，都有信心吗？<laughs> 好，o M 的对了哈，o M。到底书画如何？o M，哈，等一下再来访问他哈。那这个我们现在访问的是黄月红，黄黄月红是谁呢？ 我当安尼介绍呗。<laughs> 啊，黄月红是谁呢？黄月红啊，哦，一一啊一啊一节，诶、欸、一门好几节了哈。诶、哦，又、欸、一个黄月清的哥哥啊，做过正大法律系的教高修，哈、啊，刚才未完，过做过大法官哈。又、哦、一个姐姐，或者黄月衰哈、啊，国际单亲儿童文教基金会，诶诶，这个董事长。又一个哥哥，叫做黄礼月哈。啊 做过全国农业金库的董事长，也领导给那种讲稿呢。好、哦，这个等一下回来啊，我们继续讨论，好吧？来，先休息，进广告。嗯